不是，你要我们印韩国语在硬币上吗？你们要我们印韩国语是怎么说的？难不成你要我们印韩国语在硬币上吗？还是你要我们印一个蔬菜在硬币上？像什么？恭喜在座的，像那种，就是别人吃的一个月道也站在一个月的方便面吐在那种马桶里面，发酵了三个礼拜，再他妈撒点孜然那种味道，就感觉很想恶心，想吐。对，一个字，恭喜在座各位都遇到你。你刚才说方便面吐在马桶上，然后再撒点孜然，所以意思是说你这么做过了。哎呀，我懂了，对不对？大陆人脑洞很大。James, come here. 我知道，不要理他，来惹事的，来闹事的。恭喜在座各位遇到了，K 三，来闹事的，第一次遇到的。我可以跟你们讲，我很喜欢大陆人，但是不是这一种大陆人。我觉得你们这种叫不是人，特色的，就是那么大一个广场，你听我说，那么大个广场不去，偏要来在这种犄角旮旯。就是感觉让人感觉很阴森恐怖，就像你们台湾的那种破岛一样。你知道吗？不是我们阴森恐怖。你要不要知道那边那两个那两位在角落那边在角落。哎，讲话都讲不清楚，也是你会不会讲？不是我们阴森恐怖，而是我们不想去广场上面丢人性命。我不想去广场上面被坦克压爆。哎，你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得拿一个音箱，然后再拿一个扇子，然后再拿一个司机，走到广场上，打开最炫民主风，然后在那边跳。台湾有三大那个好手，第一个是台湾的波霸奶茶，第二个是周杰伦，第三个是宝岛。没了。他谁啊？他谁呀？谁你妈了个逼啊！操你妈了个台湾狗啊！3000万人在一个破岛上，那把国语都讲不出来。原来妈个逼啊！台湾有3000万人，我们看起来像狗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原来你这个角色兄弟兄弟兄弟，那我不想想问你，你他妈跟狗计较，你是不是比狗还不如？谁他妈跟你兄弟、啊、叫你妈了个逼啊！台湾狗台巴子、啊，为什么我叫台巴子？因为台巴子呢，他生儿子没屁，所以叫台巴子。台巴子没了。不用，难怪你妈没给你生脑子，难怪你只能站在这边妈说话像个儿子，像脑子像儿子，你还到劳动快滚回去，快滚回去你的房子，或者你妈的奶子。这什么儿子奶子哎，这是小学生吧？所以兄弟，告诉你妈，现在跟我讲那么多妈的，到底对你人生有比较帮助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的国家妈所有人都比你好吗？就只有你一个人吗？在你的国家里面当社会底层的，什么事都不会做吗？像个蝙蝠一样的。破防了！台湾狗这么快就破防了？啥玩意儿破防了？我跟你讲，这只是讲话比较快，对不对？你们中国不是有什么？中国有嘻哈吗？讲话不是特别快吗？你再看看你，连嘻哈都不会，妈连嘻哈都不会，你在那边嘻哈，妈笑话，妈让我看起来像个让我看到一个笑话。破防了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过每一个国家都有狗，但是我没听说过每一个国家狗会自己出来吠的。James， 这个就是破防哦，这样就可以破防，就是这样就可以破防。那我倒想知道，妈大陆人这种人到底一天要破几个玻璃心？我希望这边没有大陆人，如果有的话，我想跟你们说，其实我很喜欢你们，只是这种人不要跟我说他是大陆人，我他妈觉得他像狗。所以这里有谁是大陆人的吗？举个手呗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台湾那么多歌手，你们在大陆的地图上玩的都是简体字？你又是想台词是不是？哎，兄弟，我想问一下呀。哎，兄弟，我发现你在这地图里面找得到你的脚本了，不然你都要跑出去那么远一趟，然后再走回来哦。哎，你的口音呢，就很像那种什么，就街头啊，骑这个电瓶车，叼着根红塔山，就那种送外卖的台湾那种最 low 的屌丝。恐怖啊！那你知道吗？台湾的屌丝还会救人，不像你只会在那边给人家笑啊。喷了喷，我就喷了喷，就喷个奶子儿子，就这种水平。啊！你喷来喷去，你妈像个水龙头一样，妈稀里哗啦乱喷，妈喷不过我嘞！妈老子是个花洒，你他妈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水龙头。破防！大家看我这个镜子打开的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台湾都这么矮啊，长得他妈必须要很猥琐、啊。他还在空三小。哇哦！讲来讲去什么靠三小，你会不会讲人话呢？
中文不像中文，英语不像英语，什么叫靠三角你都解释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古文不像古文，现代文不像现代文，它像什么文呢？像台湾那种猥琐文，觉得他妈。台湾那个是空巴瓦国小。一天无台语啦，一天无台语啦，爽哦！一天无，一天无，一天无台语啦，啊那东台语啦，听无台语啦，一天无，你听下去都四十岁了，一天无台语，那个过分，怎么可以欺负满包啊？满包啊，满包啊，倒起啊，就想不太吃。一个去吹小布呢啊！是有真实角色吗？还是其实有很多字？没有啊，他翻出来的时候，我有很多字啊，都满了。他先回去，都你自己做的吗？都满了，没得演的啦。不是，这没有面子可以代表的。哎、欸，那个激动人胸不见了，这什么？是我键盘啊？宕机了吧？那雷哥，哇，什么？然后他说：“这白嫖的皮肤，可是为什么我进不去？我很难过，我想进去看。”什么叫白？因为你是变态，所以进不去。不是哦，你是变态，竟然想非礼别的女生。没有，我只想要进去看一下有什么角色而已。也其实我已经拿到我最想拿的了。你可以考虑去找刚才那一位啊，虽然他现在又消失了，啊、大概是炒输了。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翻墙被发现了之类的，嗯，有可能。为什么要找刚刚那位？嗯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找他干嘛？到底哦？我开了克隆了，你可以赢啊！我开了克隆了，你可以赢。没有，我只想要齐亚娜跟牙医啊！啊，算了。不输鬼。对卡莲真的没兴趣。哦不，玩了三只卡，现在是一等，我根本丢着不想练呢。然后拿来，我只想练我的八重音。对呀，直接当着女友面前出现，哇！我听到了。没有啊，他可以。好啊，没差，那我要去看纯友了，拜拜。我现在没有看了、啊、我已经很久没看他了、嗯、我已经很久没看他了，你想怎样？